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81页，681页第7行。下半段从弥陀要解看起。弥陀要解云：菩提正道名为善根。这是藕益大师说的。菩提是印度话，翻成中文呢是觉悟。菩提是觉的意思，觉悟。觉就是明了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彻底通达明了，成为佛陀。虽然明了，起心动念还没放下，这叫菩萨。菩萨分别执着没有了，他还有起心动念，所以他不圆满，就不能不说圆满，成菩萨。比菩萨在第一个等级是阿罗汉，辟支佛。他们把见思烦恼断了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情执，情执断掉了，这算是成就，都算是就。阿罗汉是正觉，带着情执是迷，是不觉，这个一定要知道的标准在此地。那情是什么呢？情是在讲它的体就是智慧，智慧怎么变成情呢？迷了，智慧迷了就变成情执，觉悟了呢？情执觉悟了就变成正觉。所以佛家这三个标准，阿罗汉成正觉，菩萨正等正觉，佛叫无上正等正觉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。梵文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可以把它翻成中文呢，无上正等正觉。为什么不翻呢？就尊重不翻。这是佛家了修学终极的一个目标。你学佛学什么？就求证。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？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，不是外面来的。只要把障碍除掉，把不觉放下，它就现前了。因为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佛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众生跟佛真的没有两样，佛就是觉而不迷，众生是迷而不觉。佛跟众生差别的迷悟不同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菩提正道，正是正确的，没有偏，没有邪，道是道路，
啊，我们在这个道路上行，终极的目标成无上正等正觉，这叫善根。啊，昨天大公报来访问我，啊，提到了佛陀的舍利，问我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法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在出家的时候，初出家的时候，供养佛舍利。啊，供养张家大师的舍利。啊，张家大师舍利是真的，佛舍利是真假，没人敢说。因为佛灭度3000年了，到今天，啊，到处都传流很多舍利，到底是真是假？啊，这个没关系，假的我们也把它当作真的。啊，听到这个名，看到这个舍利的形状，我们升起恭敬心，啊，升起对佛陀敬仰之心，这是佛宝啊！所以佛留下这个舍利来给我们做证明的、做纪念的，是这个意思。佛离开这个世界了，留下纪念给我们啊！我们瞻礼，如同佛陀在世一样，我们对他的恭敬礼拜、修复。啊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不能疏忽，佛还有化身舍利。啊，这个舍利是佛的肉身呐、啊，佛的化身舍利是什么呢？经典。经典是佛的化身舍利，化身舍利带给我们智慧跟福报，两个都有。肉身舍利带给我们，只是让我们生恭敬心、修福，不能开智慧。啊，那么这两者，孰轻孰重，我们不就很清楚、很明白了吗？啊，又何况佛在《般若经》上面讲的太多了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佛的肉身舍利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啊，他把我们的恭敬心、沉静心引发出来，这就是他的功德，他有这个作用。啊，那我们的恭敬心、沉静心勾引起来干什么？要用这个心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，这是真佛弟子。佛舍留舍利真正的目的就在此地，我只对佛恭敬，对人就不恭敬了，佛留这个舍利何必呢？没有意义了。啊，展良舍利的时候，要把这一桩事情跟大众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啊，让他更重要的是要着重在化身舍利，要深入经藏，依教奉行，啊，这才真正得到释迦牟尼佛的教诲。福慧双修啊，啊，这叫善根呐、啊。云中超疏云啊，优希大师的著作啊，这是《弥陀经》
三大住劫之一。啊，三大住劫，第一个是莲池大师的宿仇，第二个是欧耶大师的要劫，第三个是优希大师的缘中仇。说得好，这持名号啊，发愿往生呢，方便多善根也。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你要把《无量寿经》参透了，佛家不叫研究，叫参究。参究跟研究差别在哪里？研究是用的分别心，用第六意识；参究是不用心意识，那叫参究。啊，参究能开悟，研究不能开悟。研究所得到的是知识，参究得到的是智慧，不同。啊，可是今天人参究的没有了，都用研究。啊，研究最明显的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。你有这个心，参究没有，决定不用分别，就是不用第六意识。啊，没有执着，就是不用第七识。啊，也无需要去记忆它，就不用第八识。所以立心一识就叫做参。有心一识，这是世间的研究。这个是大乘佛法了，跟世间学书啊用心不一样啊。那么今天佛法里头有没有用参究的？已经没有人了，没有这种人了，全都用的是研究啊，研究所得到的知识啊。所以说，佛学知识很丰富。智慧没开啊，啊，所以不能解决问题，啊，不说大问题，自己的小问题不能解决，啊，烦恼不能解决，业障不能解决，啊，这什么原因？没智慧，没定力。学佛学佛学了一辈子，没有走向正道，我们走偏了，走邪了啊！立心一时才是正道啊！马明菩萨《起心论》里都说得好，菩萨教我们用什么态度学大乘啊？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非常重要的知识啊！啊，读经呢，立文字相，不要执着文字啊，听讲要听教。立言说相啊，不要执着言语，读经不要执着文字啊，要什么呢？要了解文字里面的含义，叫意在言外，意在文字之外。文字里头没有，文字是个指路牌，不是目的地啊，这个指路牌指方向啊，到北京的，你把指路牌就认为这是北京就错了，它不是北京，你依照这个方向去走，
你才能到达目的地。啊，经典文字就是指路牌，指示你到哪里，指示你到无上菩提。啊，成佛之道啊，这要懂啊。啊，怎样才能够真正契入这个境界？那就是起心论上这三句话：不执着言语文字，不执着名词术语，不可以用我们的念头去想经是什么意思，越想越错误。那个想是你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为什么？佛讲经没有意思。佛永远立心一时，啊，心一时就是八十、五十一心所，佛不用这个东西。用八十、五十一心所，你就离不开十法界。啊，所以十法界里面成佛了，天台大师说，那个佛叫相似即佛，不是真的。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，真的是用真心就是真的，用妄心就不是真的。十法界的佛还用心一时啊，用妄心不用真心，所以叫相似即佛啊。谁用真心呢？不用妄心就是真心啊，不要去找真心，找真心找到了也是个妄心啊！为什么？你有分别执着在里头，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真心啊！妄去了，真就现前，别再找真啊！找真，真又变成妄了。用功在什么地方用功呢？日常生活就在日用平常当中，没有离开你，一分一秒都没离开呀。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啊，身接触，在这个里头练功，啊，练什么？练不执着，从不执着开始，啊，真到一切都不执着。就证阿罗汉果，智慧现前啊，真觉现前了，在努力不分别啊，果然不分别了，地位提高了，你是正等正觉，是菩萨了啊，再向上提升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圆满了，你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离开六尘境界到哪里去修啊？没地方修了，这叫真修行啊。这个修行没有任何形式啊，真修真干呐。啊，所以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形式不重要，形式是干什么？舞台表演作秀，用意何在呢？借言促修，没有信佛教的，这种表演仪式借言让他知道有佛，让他产生兴趣入门来学佛，所以那是招生的一种手段啊，佛很谦虚，不能说我是老师，我讲得很好，你来跟我学，这话说不出口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一些弟子怎么去表演？让接触的啊，观听的大众自己觉悟，啊，自己来请教，来请问，这个你可以回答他，可以把佛介绍给他，他要不是自动来请，不必。谦虚到基础啊！那我们要学，
啊，学释迦牟尼佛的谦虚，学释迦牟尼佛的恭敬，啊，对一切人谦虚恭敬。世出世间圣人，没有一个不如是啊，绝对没有丝毫骄慢的习气，有一点点骄慢，自以为是就完了，那德行全没有。啊，孔老夫子，你看看人家德行，啊，这是他所有的学生给他做的总结，啊，我们老师的德行，五个字：温良恭俭让。啊，温和、善良、恭敬、恭敬、谨慎。积极，最后让，礼让，啊，让就是放下了，就是无争的。佛法里最重视的无争三昧。啊，只有让没有争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不是真假的。啊，真的都不要了，何况还是要假的呢？啊，谁喜欢就给谁。丝毫都不吝惜。啊，这种人。自信里面的福报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他真心信心，自信里头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，不是外头求。那么这些现象是从心想生，心地纯净纯善。所现的相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阿弥陀佛以极乐世界供养一切大众。啊，他不是供养自己，他是供众。啊，经上所说的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这就是阿弥陀佛对每一个往生的人供真实供养。这个经确实是宝典呐！啊，优希大师的话说的直截了当啊，智持名号发愿往生，这就是多善根。啊，我们过去生中有善根，善根还不错。遇到这部经啊，善根就圆满了，必定是念兹在兹啊，分秒必争的。弥陀疏钞云的三部大书都介绍出来，莲池大师的智持名号。愿解弥陀，成多善根、大善根、最深善根、不可思议善根。莲池大师讲的啊，比优希讲的还清楚、还明白啊，讲的彻底究竟，彼土众生。英文流泉说法，啊，流水说法了。前面这一大段我们所学的，这六举几个重要的。
啊，说如上不可思议的善根悉皆成熟。为什么？善根是自性里的本具的，现在的阿弥陀佛的加持，极乐世界六尘说法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这个事情要知道啊，不仅仅是众鸟啊，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所有一切境界有情无情说法都是阿弥陀佛在说法。下面这一句非常重要，随其所闻与法相应，这是真正的法义。那我们今天这一点很长，随其所闻与法不相应，这个意思是说我们闻了佛法没得受用。什么叫相应？佛法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，变成我们的生活，变成我们的工作，变成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全用上了啊。它起作用了，这就是入佛境界。啊，所以经上告诉我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。相应你就真成佛了。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啊，一念相应非常难得。但是得到一念相应，应该努力争取念念相应。你就不退转了。真成就了。如果这个东西学了没用处，跟我生活工作不相干，所学非所用，我学它干什么？啊，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。那就错了。啊，听经，能听懂一句，我就把这一句落实；听懂两句，我就将这两句落实。你没有白听，你不断去听，不断去读诵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慢慢的，这经里面的经义，你全都用上了。啊，肯定会用上。为什么？佛说这个经呢，是自性里流出来的。我们今天离开心意识，就是真心。佛所说的全是自性的心得啊，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啊，他所说的当年在世所表演的啊，世世代代传到今天的没有离开自性的，全是自信，全是真心的啊！所以每个人都得受用，平等的得到啊！绝不是的说哦，某个人聪明，他能得到，我的善根福德不如他，我得不到，不是的。
得到的多少，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。个人不一样，烦恼重的人得到的少，烦恼轻的人得到的多。啊，烦恼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只要你肯放下，你就能都得到。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在自信里头，万法平等，万法一如，没有厚此薄彼的。阿弥陀佛能得到，我们也能得到。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啊，学佛就要学阿弥陀佛。啊，学阿弥陀佛的存心，学阿弥陀佛的诚意，学阿弥陀佛的慈悲喜舍。啊，现在人讲啊。理念的学阿弥陀佛的理念，学阿弥陀佛待人接物，真管用啊！啊，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“格物致知”，诚意正信，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啊，到哪里去学？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，为什么呢？全做到了，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都打的是满分的，不可思议啊。啊，所以唐太宗说佛教可以治国，当时我不知道啊，造了地狱罪业。啊，大学里头三纲八目在极乐世界圆满了，在阿弥陀佛身上圆满了。啊，我们去看呢，仔细在经典里面去看的。啊，不要去猜，不要去找，一遍一遍的读，遍数多了自然就冒出来了。你通通得到受用了，这个时候你法喜充满了，啊，我们才生出感恩的心，感恩的心要落实在报答，报答两个方法，一个是往生净土，清净弥陀，另外一个是弘法利生，啊，把这个妙法介绍给大众。啊，这个介绍一定要做到。啊，现在人要看东西，看真东西，说话没人相信。啊，真正做到啊。从自己本身做起。有多大的影响，那是缘分啊，缘分是自然的啊，与众生的行业有关系，也能得到弥陀的加持。众生要能回心向善，加持就非常明显啊，那么加持最大的障碍就是怀疑。啊，所以对于心性的学问，一定要沉静。啊，
物理可以怀疑，心理不能怀疑。啊，佛法是心法，讲得很清楚。整个宇宙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最后的总结，全体是心。智者大师所说的，啊，他不是随便说的，他是根据经典。啊，全体是心。唐矣，得闻如是种种深意，获得广大爱要还愿。这个爱要还愿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法喜充满、长生欢喜心，而与观察相应。啊，观察相应是解闷。啊，厌离相应，厌离相应是心门。啊，乃至涅槃相应，涅槃相是得最后的成果。啊，成果是大般涅槃了。啊，相应呢是契合之意。往生论著，啊，相应者，譬如寒，寒是盒子，盖，啊，盒子有个盖，相称，啊，盒子装东西，盖可以把它盖好，啊，用这个来比喻相应，又起心论也。以历念境界为正相应，这个历念境界唯有实证方能契入历念的境界。历念的境界就是大涅槃的境界。啊，涅槃境界里头没有起心动念。涅槃在哪里证得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证得。我睁开眼睛看外面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是涅槃境界，这就是诸佛如来境界。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他也是人，跟我们没有两样。他睁开眼睛会看，竖起耳朵也会听。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他看也好，听也好，他没有起心动念。我们看了听了会起心动念，从起心动念又起分别，从分别又起执着。啊，这一连串东西全起来了，这叫烦恼习气。啊，这叫凡夫。人家不起心不动念，当然没有分别，当然没有执着，那叫佛了。啊，这叫什么呢？佛知佛见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佛知佛见我们有没有？有。每个人都是佛知佛见，在经上佛说的好，你第一眼见到的是佛知佛见，为什么？你还没有起心动念啊！第一眼是照接触啊，啊，睁开眼睛看外面的，不是不清楚，一切都看到了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个时候是佛见，跟佛相同，听外面的声音。第一念
第一念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是佛听。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这第一念是佛知佛见，但是第二念就不行了。第二念是他起心动念，他分别执着了。我们如果永远能够保持第一念，这人就成佛了。成佛要是多久的时间呢？这大乘经佛讲得清楚啊，一念之间呢。啊，所以一念觉，凡夫就成佛了。啊，怎样能保持这一念？那这就是功夫了。啊，这个功夫是什么？是你能把这烦恼习气把它止住。这就是功夫。这个止住是定功。啊，在修学定之前要修忍。啊，所以忍是修定的前方便，就是预备功夫，你要能忍，然后你才能够不动，啊，如如不动，啊，这个时候自信就显了。自信是什么东西？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通通显现。啊，现前不是自受用，是他受用。啊，自己还有受用这个念头，是凡夫，他还是起心动念。啊，完全没有自己。如果说自己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己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己，这叫法身，叫真的法身了。啊，真的法身没有真的法身这个念头，有念就错了。啊，确实是肉身，这个身体跟法界、虚空界融成了一体。啊，念头、念念呢，跟虚空法界也是融成一体。所以佛在说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心，一智慧。列无为一然，全部都归了一了。啊，这个一就是自性。自性在哪里？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。这个境界里头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。啊，时空也变成了一体。啊，这叫真正的是一真法界，这是究竟圆满啊，得大自在啊，能够与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的作用，没有先后。啊，众生有感，他就能应；没有感应的时候，没有现象。啊，自性是清净的，
所以叫空寂，它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没有自然现象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科学哲学所用的一些方法都达不到。但是在启用的时候，它能现一切法，整个宇宙都在变现。慧能大师，你看他的报告虽然那么简单，说得很圆满。第三句是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”，这讲自信。他什么都具足，但什么都没有。大光明藏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它起作用的时候，能现能生万法。幕后一句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它能生万法，万法就是它的变现。万法无穷无尽呐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怎么会能成万法？我当时学这个，也费了很长的时间，想不通啊。最后想到小时候玩的万花筒，不是能成万法吗？万花筒里就几片碎纸片，不同颜色，我这还有万花筒，能生万法了，你把它一转动，里面的图案，你去看，你一天24小时不同的转，找不到两个相同的，这不叫能生万法吗？他都能生万法，何况自信呢？我们相信了，不怀疑了。有没有东西？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能生万法，有东西就不能生了。没有才能生。妙不可言的。佛告诉我们，要明心见性，你才得到究竟圆满的大用、妙用。这个妙用能解决设法界众生所有的问题。不用思考。不用想象。纯粹是自然。所以我们就真正明了。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自自然然流出来。从自信当中流出啊，凡夫不是的，凡夫没有见性，从哪里流出来？从阿赖耶流出来的。阿赖耶什么？不闻强记。你读得多，学得多，都是从你所修所学的流出来的，不是从自信。从自信流出来的是智慧，从阿赖耶里头流出来的是知识。完全不相同啊。自信流出来才宝贵也，真正可贵也。因为它与法相应。又起心论语，这想讲理念境界，一定实证，这就是科学精神。所以佛法是科学，佛法最重视实证。
啊，才能真正切入理念境界。理念是佛境界，禅宗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入这个境界。啊，这个境界是最低的华严语言教初住菩萨，啊，已经脱离十法界了。啊，他们进入了理念。极乐世界十八土41位发生大事都是理念境界，理念应该是平等的，因为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为什么还有41个阶级？这41个阶级我们要知道，不能说他真有，也不能说他没有。啊，怎么说不能说他真有呢？他历练哪有界限？啊，念头都没有了，平等境界。啊，为什么说他有呢？他那个无名习气没断啊！你看，阿罗汉断见思烦恼，正阿罗汉习气没断。他在阿罗汉这个位置上啊，在六道里头断见思烦恼，正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了。啊，他带着有习气，必须把见识习气断掉了，他升级了，升到辟支佛。啊，辟支佛没有习气，但是辟支佛呢，要断尘沙烦恼，就是分别。尘沙烦恼断掉，他就是菩萨。啊，可是菩萨呢，他还有见思烦恼，这个尘沙烦恼的习气没断。啊，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了，他就成佛了，十法界的佛，最高的。啊，所以十法界的佛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，连习气都没有，都断干净了。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他要断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无明烦恼破了，他离开十法界了，啊，往生到十八土，圆教初住菩萨。但是我们晓得都有习气啊，无始无明习气没断。于是我们就晓得41位发生大事啊，是因为习气不同。有人带的厚，有人带的薄。这怎么分法呢？刚刚去的带的习气很浓，在那里住得很久的人，习气慢慢就薄了。这个习气没有法子断，不像前面两种，前面两种有方法。啊，见思烦恼习气有方法。尘沙烦恼习气也有方法，菩萨有办法断它。无明习气没有办法，为什么不能起心动念？你要想个方法，又起心动念了，那你就堕落了。怎么断？随他去。
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。古大德给我们举个比喻，像酒瓶，陈酒的瓶，酒倒掉倒干净，擦得很干净，确实没有了闻闻黑味道啊，用这个来比喻做习气，这习气难断了，又没有办法断，那怎么办？瓶盖打开放在那里，放个一年再去闻闻，没有了。无时无明习气要放多久才能断掉？佛在经上告诉我，三大阿僧祇劫啊，所以说三大阿僧祇劫断烦恼啊，是讲法身菩萨断习气的，不是我们普通的烦恼。啊，三个阿僧祇劫到了，习气没有了，哎，他就离开十八土了，他成佛了。啊，这叫妙觉，啊，等觉提升为妙觉，妙觉不住十八土，住常寂光，回归自性。啊，回归自性。才真正是佛说的共同一法身啊，与一切诸佛共同一法身，回归自性，只要回归没有先后啊，没有古佛今佛啊。佛比喻好像一滴水滴到大海，大海是自性，这一滴水滴到大海，跟大海水的时候没有先后，它融成一体了啊，所以这些事跟理我们都要懂得，然后知道我们所修所学所求的是什么啊，千万要记住，与这个世间名闻利养无余听毫不相干，这个东西沾一点点严重的病毒啊，古人有个比喻，譬如提壶，这最好的饮料了，里头滴了一点毒药，整个都坏掉了。啊，所以不可以掺杂一点毒在里头，啊，要知道，自私自利是毒，贪嗔痴慢疑是毒，五欲六尘是毒。你都要认识，我们现在活这个世界，有这个身体，不能不要它。要它可以养生，但是心里头不能有它。功夫就在此地。啊，我要它，事上要它，理上没有。啊，相上要它，性上没有。啊，那性里头呀，心性里头没有东西又很难。那是大圣人、大修行人才能做得到，我们做不到啊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阿弥陀佛给我们最好的方法、最妙的方法，你把心上就请上阿弥陀佛，请供养在你心里头。啊，供养在哪里都是假的。供养在你心里头，你的心是他的大雄宝殿，大雄宝殿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你就圆满成就啊。你虽然没到极乐世界，在现前这个世界已经在此地行菩萨道啊，你的心，这个无比殊胜的殿堂，啊，只有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自心变现的，自心弥陀，唯心净土。啊，经上有一句话说：“心净则佛土净。”这句话的意思非常之深，非常之广。
真正做到心净佛土净，你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。啊，四周围有灾难，哎，你这条没有灾难。啊，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纯净纯善的心，啊，这都是要实证的。又华严论，啊，华严论语，哎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一日相应一日佛。古大德用这两句话盖了两个字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金经世尊在这个这一会这一部经上所说，随其所闻呢，与法相应，这就是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念念入了心啊，这个念念是符号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佛号就是我心，我心就是佛号。所以，无量烦恼没有去断，自然没有了。那为什么呢？烦恼跟佛号融汇成一体了。无量劫来所造的业障，有善业有恶业啊，那果报呢，有天堂有地狱，现在这个是业，也跟这一句佛号啊融化了，都把它变成极乐世界了，你才知道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念佛功德为什么这么殊胜？为什么一切诸佛称赞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？为什么释迦佛当年在世，这个法门多次宣讲？佛讲一切经，只讲一次，没有重复讲第二遍的，唯独无量寿经。啊，古大德给我们做证明，从这个五种原译本仔细去观察，传到中国来的原本至少是三种不同的版本，那就说明释迦牟尼佛至少说过三次，但是无量寿经在中国十二次的翻译，九种译本失传了啊，这个七种失传了，如果那七种啊要是再看到，可能还有不同的地方。啊，所以古大德这个话说的比较活动，就是三次以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啊。啊，多次宣讲就是这个法门。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，你既然造作无逆施恶回谤大臣，只要你忏悔，只要你认错，你真正能改过后不再造，通通能往生，佛都来接引你，你这还得了吗？其他任何法门
没有待业的。啊，都是要断烦恼，你才能证菩提。啊，一个阶期一个阶层都要断惑。你看，阿罗汉要断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断了，他证阿罗汉果，但是见思烦恼习气没断，他在声闻道里头要把见思烦恼的习气断掉。啊，断掉之后，他就升级了，他就是辟支佛。啊，所以辟支佛真正见思烦恼习气都没有了，他要开始断尘沙烦恼。啊，尘沙烦恼断了，升级了，菩萨了。啊，但是尘沙烦恼习气没断，所以我们知道，菩萨要断尘沙习气，尘沙习气断掉了，菩萨成佛了。啊，那佛要断无明，无明断掉，佛就升级了，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在一真法界，十宝庄严土，啊，法身大师、天台大师说他们分真即佛，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。啊，他们的习气没断，所以叫分证。习气断呢，圆满的证佛。圆满证佛叫妙觉，不是等觉，是妙觉。啊，妙觉，十宝庄严土不见了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十宝土也不例外。那妙觉如来到哪里去了？回归常寂光，回归自性，这才叫功德圆满，叫无上正等正觉。极乐世界好啊，要赶快去啊，不可以留恋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是假的。这样造罪业，有意无意很容易造罪业。啊，要赶快去。啊，你要把这个经参透了，你才晓得极乐才是真正我们老家。啊，确实搞清楚了，什么力量都拦不住。你就是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。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桩大事。深显弥陀本愿功德不可思议，阿弥陀佛就这一个愿啊，建立极乐世界，帮助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，这烦恼习气最重的，帮助他们一生成佛，弥陀的本愿。不是帮助你成阿罗汉了，不是帮助你成菩萨了，是帮助你成佛。啊，我们以世间的法来说，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多大，无与伦比。啊，我成佛了，我就有能力帮助一切的生生世世有缘众生，帮助他们成佛。啊，也用这个法门，不用这个法门
帮不了。不用这个法门，时间太长太长了，啊，修行很辛苦啊。这个法门快速啊，一生决定成就啊。啊，真干的人要下定决心，像经上所说的，悉心一心。啊，我们的心是个染污的心，要把它洗干净。啊，我们的行为有很多不善、不如法的，通通要改过来。啊，与经所说的相应。诸往生者，善根成熟，所闻妙法，悉能其会，念结其心，行其解决，望照同时，能所不二，智与理敏，乃至种种所闻，悉能顿起与法相应。这个里头有很重要的一句话：诸往生者善根成熟。啊，这说明往生的条件。弥陀经上说的很好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所以要善根成熟，你才能往生。啊，那么我们承认，过去生中有修集的善根，不是没有善根。没有善根，你遇不到这个法门。那为什么说我们善根不足呢？我们没有真干，啊，口里是说的，心里也想往生极乐世界，但是还不愿意去。如果阿弥陀佛现在来了，我接你到极乐世界，你愿不愿意去？你掉头就跑掉了，这要我的命，这还得了啊？生命重要啊！我这里打个夫妻，告诉大家，七天统统往生，看看有没有人敢来，没有一个人敢来的。那这什么呢？就善根不成熟。啊，我们有善根，如何把这个善根，在很短的时间都叫它成熟了？不难。真求往生的心，善根立刻就熟了。啊，甚至于你得重病在床上，一念求往生的心，那个心非常恳切，对这个世间一点留恋都没有了，善根就成熟了。刹那之间就成熟了，就圆满。啊，那我们早成熟好啊，现前就成熟好啊，现前成熟是随时可以往生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啊，跟这个世间还有一些有缘众生，我多住几天，啊，帮助他们，啊，来劝导他们，这就自己没有了。住在这个世间是为众生的，为众生这叫尘愿再来，这个多自在啊，多欢喜啊！所以住在这个世间，与这个世间一尘不染。啊，你们搞些什么，我都知道。啊，你们所作所为，我不参与。
啊，事上可以随缘，心地上一尘不染。这叫功夫，这叫慈悲喜舍。啊，舍就是利益切相。啊，慈悲喜，那就是集一切法，集一切法，利益一切相。这是菩萨行啊。真实功德了，与法相应了，这心能顿起，注重在这一个字啊，顿是刹那之间，而且是究竟圆满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随意欲闻。其愿闻者，这都闻之；所不欲闻呢，了无所闻。啊，这注解说，其愿闻者，这都闻之；所不欲闻呢，了无所闻。表此水圆明具德，自在无碍，妙音无穷啊！夜夜随众生意，保持流水的声音在说法，大家都在这个保持。我想听经，他就在讲经；我想听华严，他确实，我听到句句都是华严。啊，你也想听见，我们同时同在一个池子里，你想听法华，所听到的真的就是法华，一点也没错，也没有别的音来干扰，这个太妙了。那不想听，不想听就没有声音。水能随人意也。啊，无论想修什么法门呢，你看看多自在啊！我们今天科技虽然发达，还做不到啊。啊，在国际会议里面，我们听有很多翻译小组翻译各种不同的语言，我们戴了耳机啊，我听到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啊，他听到是他的语言。啊，但是他用机器，那儿不要用啊。没有一样不随心称意。啊，真正的自在啊。啊，下面这一句文法对应。永不退许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我们看注解：极乐国土，水鸟树林，现言妙法。啊，《弥陀经》上给我们说过，这些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不是真的出生啊，是佛变化的。那我们就明白了，极乐世界的水，极乐世界的树林，通通都会说法，当然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。情与无情，鸟是有情众生，水跟树林无情啊，通通都在表演，都在讲经，都在说法啊。色光音声，皆作佛事啊。
色是所有物质现象，光所有的自然现象。啊，音声里头有起心动念的现象，通通作佛事。啊，佛事就是教学。啊，这两个字我们一定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。啊，佛是觉悟，觉悟众生的事情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事情叫做佛事。啊，如果帮助众生搞迷信的，那就不是佛事。啊，佛事是肯定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那你看，破迷起信。啊，这是第一个目的。第二个目的呢，是破迷开悟。那最终极的一个目标呢，是帮助你转凡成圣。啊，就是这样，这是终极目标，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教学有三个目标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在一切大众当中锁定第一个目标，啊，帮他断疑生信。第一个目标达到了，再提出第二个目标，啊，要他觉悟，耳目所对，全心本性。啊，你所看到的，所听到的。都是佛陀在这里讲经说法。啊，讲的是什么？全体是心。全体是心。帮助你明心见性。这是总方向，总目标。离开这个方向目标，这就不是佛法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辨别哪是真法，哪是假佛法。啊，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，这是真的。啊，其他的就不是真的了，假的了。明心见性才是究竟离苦的路。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教学的目的圆满达到了。啊，佛应化在世间动机是慈悲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也，不忍心的看到这些众生在六道里头搞轮回也，苦不堪言呐！啊，我们这一生的人生算不错了，你看个蚂蚁，也是人呢，投胎做蚂蚁了。啊，也是人呢，投胎做蚊虫了。他跟我们没有两样啊！啊，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。我们有没有做过蚂蚁？有没有做过蚊虫？做过，无量劫来
生生世世哪一道都做过啊，你也做过天王，你也做过恶鬼，你也做过畜生啊，道道都去过啊，啊就是不能脱离啊，这就真苦啊。我们不学佛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学佛之后了解事实真相，看到这些云飞软动，我同情心生起来啊，你这一生怎么会变成这样，回头想一想你造的不善业，回头想想我也造的不善业，那换一句话说，我将来死了也可能堕入这道啊，人死了之后到哪一道投胎，自己做不了主啊，业力做主啊，与上帝不相干的，与佛菩萨不相干的啊，与阎罗王也不相干的，通通是业力变现的，所以全体实现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修什么？修心修什么？就是修个心的，心要干净，心要平等，纯净纯善。啊，心要觉悟，不能迷惑。啊，什么叫觉悟？知道宇宙间一切的一切，哪是真的，哪是假的？啊，哪个是正，哪个是邪？哪个是善，哪个是恶？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叫觉悟。啊，不觉就是迷惑颠倒啊，就是糊涂啊。啊，人死了，那个心是不觉，是迷业，迷就随着业力转，哪一个业力强，就先到哪一道去。所以我们自己要细心去想一想、观察，来生到哪一道，自己很清楚。啊，十法界的因行，你都懂得了吗？你哪个念头想？平等的念头想，你到佛道去了，这叫十法界啊，真的以平等心对人对事对物啊，六度的念头想，常常想到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般若啊，禅定般若，这种念头想，这菩萨啊，十二因缘的念头想是缘觉，苦集灭道四谛的念头想是声闻，啊，上品十善加上慈悲喜舍天道，这人间的大善人真善人呐、啊，啊，舍己为人呐、啊，天道啊，啊，来生还能得人道，五戒戒之，中品十善。啊，在中国古人讲的是无常、仁义礼智信，这五个字你做到了，不失人身。啊，来生还能得人生，那往下去，贪心重的人，啊，贪、五欲六尘，啊，财色名食睡，鬼道去了，鬼是贪心重，啊，学佛也不行。学佛是有贪心，贪图佛法，贪图名利，
地狱道去了。那三恶道的业因呢？忏悔地狱道，忏悔里头严重的傲慢嫉妒，这忏悔就非常严重的，在地狱道。愚痴畜生道，愚痴就是糊涂，对于邪正真妄分辨不清楚，没有能力分辨清楚，叫愚痴。愚痴的人听经读经少，他没有智慧。这十法界的业因，我们自己想想，哪个病重，就会到哪一道。所以世间人一般谚语说是人死了就做鬼。有十法界，为什么单单说的是鬼？有道理，哪个人没有贪心？贪心是魔鬼道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人死了到魔鬼道的是这种机缘特别多。贪心，无论你贪什么，贪佛法也是鬼道。贪佛法是善的，在鬼道里他可做鬼王，有福报的鬼，不是恶鬼。所以这个里头有差别。地狱道里头受苦也有差别不同。提婆达多破合合身，触佛身血，回谤三宝，他造的是忤逆罪，堕地狱。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他在地狱里头，地狱里头所受的呢，就像逃离天一样，他没有受苦，他在那里享受，在地狱里头享受。造作的罪业很重啊，佛因为他造罪业，制定戒律，让大家遵守，不犯他的过失，这是他的功德。业因果报不能够抵偿的，将功折罪没有这个说法。功是功的果报，罪是罪的果报。他造的罪的果报堕地狱。功的果报在地狱里也有逃离天的享受，但是他在地狱。你看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人一生极善善良，积功累德，可是临命终时候遇到一个外援，一顿脾气恼火发上来的时候，他到地狱去了。最后一念呢，那是什么说法呢？他虽堕地狱，他不会受那么多苦。如果他真的有大功德的话，他享福，但是在地狱下，佛说的这个合情合理呀。唐太祖那个观点，我劝同学们多看看，很有启示。这个人在生的时候是佛门大护法，而且他心量广大，
不但护持佛教，它多元文化。那个时候，基督教传到中国来，伊斯兰教传到中国来，它平等护持，啊，它都能够包容，都能够接受。所以我说它是多元宗教的总护法。啊，堕地狱了！啊，堕地狱是为什么？用现在的话说，起革命，啊，推翻前面一个王朝，平定了内乱，杀了多少人呐？他那个堕地狱是杀人，啊，人是一个好人。是个好皇帝，但是杀人太多，这个罪业堕地狱啊，地狱里受苦啊。啊，对于护持佛法，实在讲的时候，护持佛法，他没有真正去修学。问题出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他编这一套治国的这一套书啊，这个功德大啊，这个功德可以给世世代代国家领导人做参考啊。这部书里头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、智慧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，都在这部书里头。啊，这是真的是治国的宝典。啊，它的范围可以用得很广，治家，啊，公司老板拿到了，他知道生意该怎么做法。啊，非常广泛的，不可思议。真正依教去学习的话，都能做到第一流，做到最成功的事业。啊，这是他一生最伟大的贡献，了不起的贡献。啊，乾隆皇帝的佛宝塔，编了一套四库全书。那么是这部书是四库里的精华啊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四库，学这一套的东西就够了啊。四库的精华都在这部书里头啊，所以我们印这部书，他才离开地狱。这部书的功德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。我们只觉得这个书好，啊，赶快印出来流通。啊，许多国家人都想看看。啊，把它印出来了。啊，没想到，我们这个书样本。印出来的时候，世界书局寄到澳洲，那时候我在澳洲，我们有十几个人把书展开在桌子上，大家来欣赏。啊，悟仁法师的妹妹，啊，突然跪下来，跟我们说：“说我是李世民。”哎呦，我们在马上惊讶到，他就是，啊，说出他离开地狱。就靠这个功德，这部书能够救全世界，透这个信息给我。啊，
我们才晓得。啊，所以做好事有好果报啊。啊，那现在到哪里去了？我听一些同学告诉我，他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这个我相信，因为他告诉我们，灾难要来了，很严重，劝大家念佛。啊，特别强调，除念佛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方法，其他的都来不及了。啊，叫我们加紧念佛。念佛可以消灾免难。啊，这个碟片里面有一些，还有的让人怀疑的地方。我是劝导他，把那一部分把它清除掉。啊，只留下重要的这一部分。啊，特别是善恶报应。啊，这些我们真的要知道。现在附体这个事情。全世界都有。啊，我在日本讲经，问日本有没有附体？有。美国那边也有，到处都有，越来越多。啊，所透的信息，我们要用智慧去辨别。啊，因为肯定有假的。啊，假的传递是假的信息。我们不能去接受的。啊，所以这一点要用智慧。啊，处理问题一定要用经典智慧。啊，不能听他们的。啊，像唐太宗有个结论，只有念佛可以，这个可以跟经典里讲的一样的。啊，他提出另外的这个方法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用他的。啊，我们修净土宗，依照这个经上，这一句佛号功德无比殊胜。啊，李世民他肯定。这个全显本心这一句非常重要，具足下足，贤臣佛事啊！啊，具足下足是形容，意思是步步都是帮助我们。断烦恼，消业障，增长善根，成就永远不退菩提心这桩大事。啊，故于无上菩提之心呢，永无退转。纯是增上因缘，这种增上因缘，在其他诸佛刹土里头有没有这么多？没有这么圆满啊！一切境缘当中有间断，极乐世界没有间断。所以极乐世界人成就得快，
啊，这文法得意了，全部都是讲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。底下一段跟我们说明往生的圣乐啊，殊胜快乐啊，这有两段。第一段，体质同福，十方世界诸往生者，介于七宝池莲华中，自然化身，悉受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。生到极乐世界，不是肉身，啊，跟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完全不相同。我们的身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啊，这身从哪来的？阿赖耶的境界相，啊，我们今天的念头是阿赖耶的转向，啊，这个转就是转凡成圣，转圣成凡。啊，转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分别，一个是执着。啊，也就是八识里头的第六识跟第七识。没有这两个识，就不会有转变。啊，这两个识它在动，它在转变。啊，所以十法界里头，唯心所现，现象的是心，不是阿赖耶。唯识所变，怎么样变成这个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那就是第七跟第八啊，这个第七跟第六啊，第六意识的分别，第七识的执着。啊，让十报土变化成十法界。如果没有六七识，那当然八识就没有了。啊，转识成智，六七应上转，五八果上转。啊，所以转从哪里下手啊？就从这个第六、第七，啊，不分别不执着。第八识、前五识自然转了，就跟到一起转了。啊，所以说是为识所变。啊，我们这个从早到晚，念念不断，念念不一样。这就是变化了。今天一天啊，也有一天的苦乐不同的差别，感受不同的差别，全是念头在起作用。如果这个念头不起作用了，那就是定，禅定了，入定了。入定，那你今天一天没有情绪的起伏，在定中，那是非常的安稳，非常的喜乐，这禅悦你就尝到了啊，法喜不一样。那个的快乐跟我们这个世间五欲六尘完全不相同，五欲六尘是外面来的刺激，这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，自性里头的喜悦啊，不一样啊！啊，就为什么古人没有事情他就打坐，
他就修定，啊，享受啊，快乐啊，啊，特别是释迦牟尼佛在世那个时候的印度，所有宗教没有不修禅定，连学术界都修禅定。啊，所以禅定里面的境界，它没有维持这个障碍。啊，对于整个六道，上面到非非想天，下面到阿鼻地狱，一目了然，清清楚楚。啊，他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接触到心地如如不动，那叫定。如果一动心呢，境界就不见了，你就见不到了。啊，不动心的时候，念头不生，这境界全看到。啊，四禅八定，古婆罗门他们修的，婆罗门他们自己说，至少有13000年的历史。真是古老东西啊！就四禅八定是佛用婆罗门教的，作为佛教的基础。啊，他能够到非想非非想天，不能证阿罗汉。啊，他不能脱离六道轮回，叫世间禅定。啊，阿罗汉才叫出世间禅定。啊，这个定功超过他了。啊，四禅八定能伏烦恼，不能断烦恼。阿罗汉的第九次的定断烦恼了。啊，他不是伏烦恼，见思烦恼断了。啊，才能超越六道。啊，这六道怎么来的，我们搞清楚了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是在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。七宝池是阿弥陀佛功德成就的。自然化身是阿弥陀佛愿力功德成就的，这个我们要感恩，这是得阿弥陀佛的帮助。宝池里头的莲花是自己念佛功德的成就，这个不是阿弥陀佛的。我们这里念佛真正想求往生，池子里的就有一朵莲花出来，这个莲花上有你的名字，不会错的。将来自己往生，阿弥陀佛就是拿这一朵莲花来见你。啊，见你到极乐世界，你还回归在莲池里头，等待花开，花开就见佛。啊，花没有开呢，花没有开也见佛，佛的化身在花里头。啊，花一开呢，见佛的报身，不是化身。啊，那么花开的时间有早有晚，完全在自己念佛的功夫。啊，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努力念佛了，我到那里花很早就开了。我们求这个，这真的，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，搞什么到走的时候一场空，你要记住，你什么都带不走，身体也带不走。必须要认识清楚的，啊，真的要抓住，假的要放弃。
啊，绝不可以留恋，绝不可以贪图。我会，我想一天的享受，错了。你的一天的造业，无量界的果报，太可怕了。啊，不能不知道进去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这里。